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谁？吴泽。吴泽。嗯。干什么？打电话。打给谁啊？吴泽。我哪儿不好？我问你，你父母对于你做职业运动员什么想法？不支持，所以我哪儿不好？你没有哪儿不好，你挺好的，但这不是好不好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还不到二十岁。不到二十岁怎么了？你瞧不起二十岁吗？你难道不是从二十岁过来的吗？你出生就二十八了。你还年轻，你做事情非常冲动。我是你的教练，我对你好是理所应当的。你不要误会什么。你不喜欢我？喜欢，但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喜欢。那吴泽呢？我跟吴泽，你更喜欢谁？他。真的。真的。那你看着我的眼睛说。看什么看啊？有完没完？你要是不看着我的眼睛，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说谎？到此为止吧，段宇成。什么到此为止？所有。你好好学习，好好训练，最近都不要再找我了，也不要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。可我按我说的做。别看着我。坐远点。再远点儿。